宝宝生气了，宝宝要爆炸了，可是宝宝不说。哎，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呀、啊？你常常去哪里呀、啊？哎，我们今天去哪里呀、啊？西门町、东区、新一区、中山还是五分埔啊？哎，要吃什么啊？我们要吃什么啊？你到底要吃什么？随便啦、啊。哎，这个好像不错哎。还是吃这个，哎，这个看起来也很好吃哎。咸酥鸡、咸水鸡呢？还是猪血糕、热狗、快炒、炒饭、猪血、鸭血、皮蛋、臭豆腐呢？还是都可以啊。这个好肥耶，我要减肥呢。好辣，我不敢。好甜，我会蛀牙呢。啊，都可以啦，都可以啦。你要哪个？还是你都可以啊？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拍照了。哎，帮我拍照，你帮我拍照了。哎，帮我拍，帮我拍。哎，你不要这么近啊，你很大呢。哎，记得帮我拍瘦点啊，高点高点，45度角。再低一点呢，好，45度角啊，记得把我的腿拍长一点啊。哎，你穿什么 size 啊？你是什么尺寸啊 ？XL 吗？还是 XXL？ 还是 XXXL 啊？你知道我脚几号吗？7号。号六号，你白目是不是啊？你想知道我穿几号吗？你要喝什么？你要喝什么？五十兰贡茶，干杯！茶单位，干杯！干杯！哎、欸，好大，好大呢！干，干，不要弄，干，这个超好喝。干干干丢啊干要付钱丢干这两道妹干我们下午去散庆年干翘小红的干是不是找我靠背啊靠背靠背啊靠背真的吗真的吗屌的，好臭、哦！哎，潮哎，很鸟哎，这个很鸟哎，你去搞哎呦，你是北臭，你是顶鸟，你是受伤。鸡排酱，不要弄，不要弄，欠揍，王八蛋，滚开，走开。你个公鸡巴，你公啥小？你个公啊，你公啥小？喂，到了到了，现在很塞车，很塞车，哎，快到了快到了，哎，快到了快到了，再5分钟就到了，到了我到了。再3分钟到了，哎，还有一个红绿灯就到了，再一个，干，我还在等巴士哦，我还要再半个小时才会到，不好意思，刚刚等巴士等太久，不好意思啊，我刚刚肚子痛啊，不好意思啊，刚刚路上下车，哎，你化妆化好了没？我等了很久了，干，我的安全帽嘞。今天 party 吗？去 party？ 那有帅哥吗？有没有妹？没有啊。我没空啊。我感冒，肚子好痛哦。我不去了，拜拜。宝宝害怕，可是宝宝不说。宝宝生气了，宝宝要爆炸了，可是宝宝不说。宝宝肚子饿，可是宝宝不说。宝宝没有男朋友，可是宝宝不说。宝宝想喝水。哎、欸，你讲爸爸，好棒棒。然后呢，我要变有钱人。然后呢，我要爸很多证呢。你有没有妹介绍给我？啊，外也不能，也不能说。OK， 对不起，为什么这里不能抽烟？这里不可以抽烟。干。